据朝中社2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4号现场指导由朝鲜国防科学院无人机研究所组织进行的无人机性能试验。报道称，金正恩了解了该研究所最近研发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担负着在地面和海上攻击敌方目标的使命。试验期间，各种无人机沿着设定的不同航线飞行，正确识别并命中目标。金正恩表示，研发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并不断提高战斗性能是战争准备的重要部分。他要求加大无人机研发生产和战斗应用试验力度，尽快将其配备人民军部队。